也，那我问一下，今年我我想妈一妈下。现在就我一个，所以的话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就表哥、表妹、堂哥、堂弟这些，可能上百个了吧。啊！我的天呐，我问一下啊，今年你刚刚说的是你的外外公公那九边，兄弟，你的外公是你的妈妈妈妈的的爸爸爸。爸，对，有9个兄弟，相当于你外公的父母，他们生了9个，对，同父同母。对，我的天，这然你，后他们是九兄弟啊，但是那个我的外公他然后你的外和我公，的外婆然后他们又生了多少个？7个，他们又生了7个，啊，我妈妈是，7 9 63。如果每个人都生7个的话，我的然天！后。我的爸爸我的就是爸爸，他们就是我的，奶奶他们，啊，你的我奶奶奶，生了7个儿子，没有一个娘娘。你们家相当于都是生儿子的基因，他不是我的就是，那怎么能行？我我的喜爸爸欢女的儿呀。妈妈就是像那我家呢？奶奶生了七我个，说实话，我前几天我和吉林还讨论过这个问这个题。亲戚太多了。对，诶，那你的，但是就可能到你妈妈这里的话，你妈妈她就生了你现在一个嘛，现在就对，啊，你现在就说，一个，嗯，哎，就天呀。是亲戚太多了，家人们，我的亲人真的太那多我了。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？今天就你们家这个，我感觉基因就生男孩子的基因好像几率会更大一点。不知道，你们家那生了7个都是儿子，我的天！我爸爸他你们就爸爸他七们，兄弟，对对对，那可不行。我我妈喜妈欢，他们是7姐，7个姊妹。我一直都是还是挺喜欢小妹妹的，妹妹乖一点，小棉袄，对不对？听话一点。欢迎家人们啊！别把别人别吓把了，安给吓到嘛，不会不亲会。戚太多了，我都家人们，这个你们可以放心啊。就是，我不会因为安对我很好，然后我把我的亲人呀这些，然后我来麻烦安，或者是拖累安。确实，就是这个你们可以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，就是我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不是怎这么样的可能？人，那不会就的是哈。我不真不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说安对我很好，然后的话，咱们就我就让他帮，你看让他就是帮助我的亲人呀这些，我不会就是去做这种让麻烦他的事情，因为亲戚朋友真的太多了，我爷爷他们9个兄弟，对不对？9个兄弟里面还有很多孩子的孩子的孩子，就是表哥表妹亲戚亲人很多。但是确实啊，就是每个都有一个家庭，我觉得每个都是有一定的家对庭的，每个对。人都有自己的当然家的庭。话，吉连他们，因为他们家相当于是一种家族，懂对，吗，那个家人就们？是属于家很族。团结啊，家族里你边都很说团结。最亲的呢，那肯定是自自己己的的父父母，母对不啊。对？我肯定不会拖累他，但是我还可有以一在个最亲安最亲的，的，就没有血缘关系的，有一个最亲最亲的，你知道是什就么是吗？你一个，没有，我问一下，我不知道，看你知不知道。然后就是我不会因为家人们，对，因为家族很大，就是亲戚朋友很多，但是我不会因为安对我很好，我就拖累他什么的，不会的啊，不是这个道理我只啊。会因为安很优秀，我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提升自己，然后我把自己能力变强了，我让自己的父母过上好一点的生活，就让他们轻松一点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，所以你说我不会说让他去帮助我的这个亲人那个亲人，因为亲人我帮助了一个，我帮不了上百不是个，不是，今天你听我讲哈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，咱们直播家人们哈，因为今天他刚刚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感觉哈，你的家人，说实话，虽然说家族嘛肯定人多，但是你的亲人都是我的亲人，你知道是吗？吗？我但只是希我不望想，因为你就和他我们在如一果起，真的然后有什么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没事儿的，不这是都是小事儿啊，你想嘛因为啊，任何人都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知道嘛，但是啊，人啊，你看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就是你看，父母亲把我们生得很健康，眼睛是正常的，那还有手也是，食可指以自食其力啊。都在，对不对？手脚都是正常的，我觉得。人只要在健康的身体下，
我觉得一定要去努力，不能去依附谁，对不对？啊、不能躺平。所以的话啊，你看我因为认识你，然后我就躺平了之后，我让你帮助我的这个亲人，那么你帮助了我一个亲人，可能我有上百个亲人心里面都会觉得，哎呀，你帮助了这个亲人，你不把我帮助起来，那我可能帮助不了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才20多岁，我只想就是说在工作上我得到就是成长了之后，然后我可以让自己的白了头发的父母亲吃一点好一点的，就是平时不要这么劳累，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很不错了。那么以后如果确实到了以后10年后20年后，如果和安安在一起，就是我能力确实得很大的改变，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帮助一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也是我以后非常想去做的。我觉得那很多时候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遇到过困难，我有很多时候也有无助的时候。今天是这个样子哈，我感觉，确实你就是你不想麻烦我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哈，咱们直播间了，我感觉哈，因为家里边确实有很多亲戚朋友，对不对？还有家人、亲人都很正常。我觉得吧哈，我们能给予的帮助肯定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涉及到一些底线上的事儿。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借钱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其实我一般怎么处理呢？就家人嘛，我真的我说句实话，也关系真的很好，特别特别好的，也肯定我只会干嘛哈，要看情况。如果别人借钱，第一种，你如果要借钱去投资去做生意，这种钱我永远不会借的，永远不会借。嗯。懂吗？因为做生意那个东西借过去，他不会把你的钱当钱。然后如果是人家确实，比如说你的亲人家人，或者是我真的身边很好的亲人家人或者朋友，他如果是家里边出了事儿，相当于救急不救穷嘛哈，就是家里边需要，比如说什么医药费，对吧？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出于这个一个人道主义，可能会，对吧？真正的去帮助人家，因为这个请你帮助人家，人家可能会记着啊。这种情况的话啊，因为说实话，今天哪怕换成了是你，换成了是你，你以后有这种危机情况，我相信你的亲人也不会见死不管的，也不会见到这个事情不管的啊。真的，我自己感觉啊。不借穷，对对对，你要如果去借去做生意那种，他打牌，对不对？赌钱那种，那千万不能借。我告诉你，借给他就是害了他。为啥？因为他有手有脚的，他有手有脚，他自己也能够出去上班打工。为什么他能够沦落到那种地步呢？不能够生活的地步呢？那肯定是因为还是自己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，有自己有很大的关系。真的，咱们中国家人，我自己感觉哈，因为就可能自己经历了很多啊，对，救急不救穷嘛。然后对吧，有手有脚，你肯定都可以出去找工作的，你一个月至少几千块钱自己也能养活吧，对吧？欢迎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多刚刚进来的说没有听到你们在聊什么。我们什么都在聊，就是我们就聊点日常哈，家常，想知道的。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平时聊的这些日常，你们多看几次直播，你们就会更加的了解我们，这就是真实的。因为我们做直播没有任何的准备啊，或者是准备一些很多花里胡哨的节目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很日常的，就是家人们喜欢我们，我们就给家人们什么都可以聊。哇，现在多少点赞了？70多万点赞了，家人们，我们把小赞赞点到。来，家人们啊，大家都一起点点小赞赞，因为点赞赞不用花钱，大家就不用送礼物哈，就点点小赞赞就够了。咱们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点到100万，刚刚很多家人们说想听，让你妹妹过来聊两句，可以简单说两句吗？她可能不怎么会说话呢。没关系，才10多岁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我可以问你妹妹一个问题，很简单的问题。我就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让小吉年的妹妹跟过来说两句话？想的打个响，我看一下想不想。因为我真的妹妹，我知道哈，她肯定不能出镜，很可爱哈，跟吉年他们家族的基因就是好。就说我问她几个问题，举个例子，我可能会问什么？问她对我的这个印象吗？印象怎么样？就实打实的说就好了。她只会说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好。谁说的？不一定。我感觉不一定，真的，真的呀，嗯，能不能行啊？想，我的天，这么多人想，你问一下，没事儿，
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等一下，贾今天你给我的这个，你吃嘛啊，乖，多吃一点。你看小今天以前都不会吃榴莲，现在都会。哇，这么多人想呀，这个样子哈，咱们主播家人们，大家一起点点小赞赞，点到120万，今天他已经去找他妹妹去了，可以吧？点到12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就让小今天他妹妹，我们过来聊聊天，简单聊两句。因为也是人家的，这个咱们要尊重一下，所以说要去问一下。哇，这么多人想要，我的天！一起点点小赞赞啊！相信的话，因为今天她这小姑娘今天很懂事，我相信他们家的教育也好，他们家的这个家庭氛围也好，肯定是特别好的，肯定都是特别好的。今天她都这么优秀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大家都对今天印象这么好，我相信他们家的家庭的，哎，妹妹啊，妹妹，坐嘛坐，妹妹坐。哎，妹妹太害羞了呀，她只会笑。哎，这样妹妹，哎，我问你几问你我你几个问题，哥哥可不可以？我就问你一两个问题，就很简单的，你不用紧张。妹妹一直很害羞。这样妹妹啊，我告诉你哈，因为我和吉年我们现在在和我们的朋友在开视频，你可以你就。给朋友们打个招呼嘛，你说大家对，拜个新年就好了，然后你的家人们好，对，我家都可以随便说两句。因为直播间很多都是姐姐和阿姨，姐姐阿姨啊，对，你也说姐姐阿姨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对。那还有哥哥叔叔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随便随意说，随便就给大家你说嘛，因为马上过已经过年了嘛，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还有一些爷爷奶奶。对，因为妹妹年纪很小哈，才十几岁，没事，随便。屏幕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新年快乐。哇，新年快乐。然后呢？对对，然后呢？谢谢你们对我姐姐的喜欢。没事，你让妹妹自己来。感谢大家的喜欢，感谢。对，我先你让妹妹自己会，那么随便说没关系，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，就不用紧张，随便说几句都可以。随意。她不害羞的。她不害羞，妹妹她不害羞的，你还是。有什么就说了，说的对，给家人们问好啊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抖音平台未成年不能出境，所以他现在才15岁、啊、我们以后3年后他可以和我坐在旁边聊天、啊、因为现在他才15岁左右。对，他是2008年的。这样妹妹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2008年哥哥平时也没有问你什么问题啊，我还没满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因为我们在和家人们视频哈，和我们的朋友，我就问你一两个小问题，诚恳的回答啊。啊，就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就怎么说哈，不用紧张。你感觉这哥哥这个对我的这个印象怎么样？不是，因为我自己我感觉我问这样的问题有点奇怪哈，没事儿，就简单的形容一下嘛，就随便形容一下。也就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就可以了，可以尽量多说一点啊，就行动的细就是细一点啊，就是从你比如说